的双胞胎妹妹，还有一个同学一起在楼下玩。我开始想着是我把那个饭菜做好了就叫他们上来，以为可是当我发现我女儿消失在我的视线里面有一段时间了的时候，大概有十来分钟十多分钟了，我就开始着急，我就着急了，我就下去了，下去就发现找不到人了。那个周边就是一条排污沟，就是排污水的臭水沟，很河水那个水流很急也很大。今天早上在那个污水处理厂找到的，已经没有了。